好，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看课本21页。我们讲到这个对峙西谈里面的无常、苦、无我。好，那么这些无常、苦、空、无我都是对峙西谈。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常无常苦乐净。那么后面有讲到这个第一悉檀，不管是常无常那么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个都是一种就是对治众生的这个邪见那我们来看杂含968经跟杂含962经96经上次说过那么我们来看它这个经蛮长的我们只把它做简略。他说：“几孤独长者他本来要去找佛陀，但是因为时间太早他就说现在去佛陀跟诸大弟子跟这些佛弟子都在打坐，所以就慢一点去，所以他就转到外道那边去，就是外道聚集的地方，在外道那边去那么去了这个外道一看就是这个沙门瞿昙的弟子在家弟子，就是悉达多。”就悉达多长者，那么悉达多长者已经正出国了就是说他已经是在家的这个圣者，那么他就问那么沙门瞿昙何所见？那么就是说，你师父沙门瞿昙，他们外道都叫佛陀叫沙门瞿昙，都是沙门因为印度的两种宗教修行者一个是沙门，一个是婆罗门。印度就是沙门婆罗门，那么最早只有婆罗门宗教祭司，只有婆罗门，那后来开始有沙门那沙门其实是反婆罗门的沙门其实是反婆罗门的。那么沙门主要有七大沙门团那么除了佛教之外就瞿昙，除了 佛陀的释迦牟尼的之外还有六大沙门团，那佛教习惯称作外道，六师外道就是内道跟外道。那么他就问，那沙门瞿昙那么何所见？就是他的论点是什么那这个因为印度外道很喜欢讨论这些形而上的玄学的这一列的，那么常常在论辩这个，就是说真理是什么或是说这个他所见是什么。我们看那个常爪梵之摩诃居次罗那么也是他在舍利弗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经常跟人家辩论那么也是这样那这个外道是蛮多的，婆罗门也是这样。那后来像这种辩论就越来越升级就开始变成阴明学然后尤其在龙树这个时代开始阴明就开始起来了。那在这个维世那个时候尤其陈那的时候就直接把阴明那么成为佛法里面的五明之一那么可见印度外道在辩论这一部分他们是就是在宗教上是一个很常见的行为。那中国的话比较少，中国也有白马非法，坚实非坚那么但是这一派后来都没有流行，那主要是因为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南北朝的时候那么东晋的时候那么又尊崇老庄那主要就是道家跟儒家这两支，其他都没有。那印度就是宗教是蛮兴盛的但是到最后就是在佛陀那个时代主要就是婆罗门以四吠陀为主，沙门那么就是反婆罗门的，主要就是这两个。好，那这个就问沙门瞿昙，那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论点是什么他的真实是什么就何所见？那长者就说我亦不知世尊何所见？世尊的境界甚深
那师尊到底那么他所觉悟的境界他所认为境界是什么？然后他又问，那佛弟子是什么？他说那些圣者，因为他也只是证出果或者说他证了三果有时候须达多证了三果，那么他也还没有完全断烦恼。他说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蛮多的啦我们是简略那佛弟子的那一些大阿罗汉的那些佛弟子，那么他们又见证到了什么，觉悟到了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么后来外道就问他，那你在那边修学，那么你又何所见？就是说那你又觉悟到什么，或是说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你所见的观点。这个在底下就专门讲这个底下这个第一西坦后面就专门讲这种就是说大家彼此执着自己的见解，认为是最真实的像现在的宗教也是一样认为他所侍奉的神是真神，其他的神都不是。那么各个宗教里面的各个部派也是这样这外道就问，那你就举这个几孤独长者，就须达多长者，那你又何所见？长者就说你们先讲一讲你们各自有什么认为的真理是什么那么然后我再来说我所知道的真理是什么其实是这样。那有一个外道就讲了他说我见一切世间是常就开始有所谓的，那他们的后面你再看阿含经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们外道其实我们现在的宗教也是一样你选择佛教，选择基督教，选择回教，选择一贯道那么选择藏传佛教，选择南传佛教，选择北传佛教，北传里面你选择净土宗，选择禅宗，选择天台宗，选择华严宗，都一样，都是怎样呢？都认为我所见的才是最真实的那像天台宗也承认华严宗是原教，但是它才是真正的原教就是说那么就会变成说那么我所修的法比如跟其他的宗教比，我们的宗教是真理那么那宗教里面有很多宗派，那么我这一派是最就近的最直接的，最了当的，最根本的大部分都这样。那么这种观念在只要是在观点上彼此看法都不一样，先从世间跟出世间，就是你有信宗教跟没信宗教的人，他就两种不同的看法。不信宗教的人认为你所有不管你信什么教，那个都是一种安慰剂，那个都是迷信他就直接分，就是有信跟不信的人，有宗教信仰跟没宗教信仰的人。那么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会认为比如说讲科学的人，有一部分科学也有信宗教的，但是比较强调科学就是真理，因为佛法在追求真理，在真理这一部分它通常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生命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生命，生命的终究是什么，实相是什么了，就我们叫做实相。因为这个世界有两种，一种表象跟实相，表象就是现象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现象它为什么是这样，它怎么形成的，最终又会怎么样。那么就是说一般分着佛法就分两类嘛，一个叫做有情，一个叫做无情嘛，就是国土世间跟有情世间嘛就这两类那么这两类的真实，就是像哲学叫做比较追究叫生命这一部分，科学比较去追究国土世间这一部分就是哲学比较去追究有情世间这一部分科学比较偏重在国土世间，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从最初的大爆炸现在这个是最流行的说法，那不是说这个是真实的说法那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从科学来讲，最初是没有生命的，最初只有世界没有生命，就是只有无情世间，那慢慢慢慢才产生有情世间从单细胞无机物变成有机物，有机物变慢慢变然后变猴子变人反正就是一般的说法进化论的，或是说它这个从无情那么慢慢变成有情的。所以追究的是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从无情开始有的，那无情之后才有有情的，有情是从无情来，啊，那么如果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啊，那么有情才是根本的，因为有有情才有无情，啊，或是说有情跟无情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佛法基本上是讲缘起的，就是有情无情是互为因缘的，啊，心物是互为缘起的，啊，那又不一样，好。那这里在讲到，我们说宗教上它在说明啊，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世间？它的就是在讲这个真相啊。啊，那么宗教上多数啊，他关注的多数关注的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就是离苦得乐这一部分了，啊。那么，但是他也探究到世界怎么来，有情怎么来，啊，那多数的宗教都认为有一个真神，啊，比如说上帝，啊，比如说梵天，啊，类似这样创造了这个世间，那么创造了生命，所以苦乐是由他决定的，所以啊，我们比如说他回到，比如说婆罗门教，啊，那是梵天创造的，所以你回归到梵天里面，你就永远不受苦，啊，那么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要继续受苦，啊，就是放我证得清净的放我，啊，那其他的宗教就是它不是证得放我，它是回归到天上，啊，上帝的天上，那么你就永远受乐不受苦，啊，那中国里面比较接近佛法的是老子道家，啊，那么基本上他是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啊，就是有一点像业的概念啊，但是他没有讲业啊，就是说一个人啊有罪啊，或是有福啊，就是祸福，那基本上都是跟个人的行为身心有关系啊。那么比如说讲，你像你要修福报啊，那，啊，这个上天没有任何的偏好啊，那么以善人为亲啊，就是你行善。你就容易跟天相应，你容易升到天上，啊，那类似像这样，好，那这种概念比较像业报的概念。那这个各些外道啊，基本上不离开四种，啊，就是说奴智和奴等，然后他说你们先说一说，你们认为的真理是什么？那么他就要追究真理是什么，啊，然后我再说，我所认为的真理是什么？啊，我所见我所知，就是我认为的真理是什么，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就决定你要怎么样去修行啊，就是说你的理论决定你的修行方法，就是你的修行宗旨跟修行理论决定你的修行方式啊，其实是这样嘛，比如说这个尼建子啊，耆那教，他认为啊，他的理论就是我们是依业来轮回的啊，这个也没有错，婆罗门也是这么说啊，那么所以，但是你会受苦是因为你有业，那么你受完苦，你的业就消失了，啊，业报就没有了嘛，啊，基本上这个有对有不对啊，那么就是说你过去的业会消失，但是你现在的业没有断啊，但是你消失的只是部分的业，只是你要受报的那个业，但是你业的根本没断啊，啊，但是他认为我受苦了，你有恶业，有业报，所以你要轮回，你要受苦。我现在一直受苦，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我的业是不是就一直消？消到我因苦而死，我的业就消完了，我以后就不再受苦了。就是用这一次的苦来了结生生世世的苦啊。那这跟世间人也有一点像。世间人认为我这一生这么苦，我不想再受苦了。我会有苦是因为我有这个生命。我现在自杀死了，我就不再受苦了。这个是世间人的想法。世间人的想法就是我这一生只要自杀死后我就不会再受苦了，因为我的苦来自于我的境界，我的身心，我只要死了，我不再接触这个境界，再也没有这个身心，我就不会因他受苦，所以很多人选择自杀是为什么？他误会以为只要我死了我的苦就不会存在了，但是他不知道自杀只能结束生命，不能结束痛苦，只能了结生命，不能了结痛苦。啊，那耆那教也是这样，耆那教也是这样。他认为我一直受苦，我一直受苦，受完苦，用这一生来了结生生世世的苦。
那么世间的人认为我了结我的生命，我就了结所有的苦，没办法。那苦行外道也一样，你现在受苦并不能了结你的苦啊，跟世间人自杀以为就解脱一样了，我自杀我就解脱了，那么我这一生受苦而死，我就不用再受苦了啊，苦就到这里为止啊。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那么就是你的观念决定你，就是你认为苦的观念，你看到的苦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苦，就决定你怎么要了结苦。世间人认为啊，我的苦就从你来啊，就从境界来啊，就从这个世间来啊，啊，那所以，哎，大部分的活着的人，这个是要自杀的人啊。如果不是自杀的人，活着的人就认为我的苦来自于你，所以我把你解决了，我的苦就不再存在了，啊，我会受痛苦是因为你，啊，我把你杀了，或是我比你更强悍，啊，就以打报答，以骂报骂，以嗔报嗔，以杀止杀嘛，就这样。我的苦来自于你，我的苦来自于你，所以我把你解决了，我就不再受苦。那么，这个是他不会自杀，他杀人，他也是错误的观念，认为他真正的苦来自于我的苦来自于我受伤害，我的伤害来自于你，所以我只要把你解决了，我就永远不再受苦。其实也不对，啊，所以你的观念就会决定你的修行方式，你要怎么解决这个苦。啊，就好像以前的人生病，像现在瘟疫，啊，这个新冠肺炎，如果在以前人怎么解决的？认为这个是瘟疫，瘟疫是什么？有瘟神，所以有瘟神要怎么办？要送瘟神。啊，现在还有啊，现在那海边那个记者那个都送瘟神，有送瘟神的，啊，那所以啊，也有送那个衰神的啊，就是你的运气不好啊，啊，有迎财神的。那么这种都是你认为啊，我的财富来自于财神，我的姻缘来自于那个土地公，或是那种管姻缘的神，我的功名来自于管功名的人，我的生死来自于管生死的人，所以他就会变成那我的财富来自于财神，那么我就会怎么样？我去笼络财神，我去迎财神，我就会有财。我的姻缘啊，来自于土地公，或是来自于管姻缘的啊，月下老人，好，那么我就去月下老人那边拜拜，我姻缘就会好。那么这个都是你所认知的现象有错误，所以他的方式解决方式就会有错误。那么世间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另外啊，这个叫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像以前婆罗门啊，他们透过祭祀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上天造成的嘛。那么我祭祀啊，祭祀鬼神啊，祭祀天啊，啊，那恒河是圣水啊，所以它可以洗净罪业。所以他们就有在恒河里面举行很多宗教仪式，死了就最好丢在恒河里面，骨灰撒在恒河里面，那么他就可以解脱。那么这些种种的见解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讲到比较多的，就是跟佛法的无我有关系、解脱有关系的啊。那么基本上不离开这四种，就是常。无常，啊，常无常就是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啊，就这四种。那么都是这样，是则真实，愚则希望。我所见的才是真的，其他都不是。就好像宗教上认为，我所信的宗教才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的，啊。那当然佛教也这么说，佛教也是这么说，说佛法最究竟的。三宝才是真正的归依处，当然也这么说，但是这个佛法这么说跟外道这么说的那个根本架构不一样啊。那甚至讲到啊，比如说我们这里讲主要是常无常的概念啊，常无常，异常异常，非常非无常啊，然后说其他的都不是啊。我们说过就是有信仰的跟没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信科学，他也不是没信仰，他也不是真的没信仰，他就信科学啊。像这个共产党，他是无神论的，但是他信什么？他信共产党啊，他还是信啊，他信唯物主义啊，他还是一种主义啊。那我们人哦，都基本上都多多少少看信什么了。那你说你信你自己，那还是信啊？你说你什么都不信，那还是信？你信什么都不信啊？反正就是这样嘛。这个跟什么受什么啊？就像摩诃俱胝，我常着饭吃，我一切法不受
佛陀就问他，那你一切法不受这个观点，这个还是你受不受？你就是受一切法不受这个受嘛，反正一样。那所以从佛法来看，不离不外乎是常，世间是常。那我们说世间主要是有情世间跟无情世间，主要是有情跟无情，主要就是这两部分而已。那有情世间里面，从人来讲就有无蕴世间了，生命它都有一个结构体啊，就生命的结构体就是无蕴世间啊。那么主要就是有情跟无情，佛法就分两这两部分而已啊。那有情里面就分得多了啊，可见不可见，就是很微细不可见的，很粗可见的啊。那么可见的里面啊，那么又有现实可见的啊，那么或是你一般就是你六道你基本上都可见，但是我们人只能见到，一般的人只能见到畜生道跟人道啊，其他人见不到啊。但是有天眼的人，那基本上都是见得到，但是都有这个身心了 啊，但不一定是五蕴。好，那么这个世间是常啊，那么是则真实，愚则希望。好，就讲到这里，就是基本上拿出四个外道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很多处都有提到啊，就是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个都是颠倒啊。这是我们上次有说过了。那诸行无常不是正见吗？诸行无常是正见，但是它是对治悉檀啊。好，这个悉达多长者说，好，那他们告诉他吧，你先说你们认为真实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啊，你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啊，那么说完了我再来说。那外道都说完了啊，外道都说完了啊。那么当然应该不止四个，也不止这样子，他们说了很多了啊，但是基本上这是整理出来结集出来的嘛，所以就主要的四种见啊，就不离开了，不离开这四种啊。那长者就说，好，那换你讲了啊，因为他讲完换长者讲嘛，几故事长者嘛，我之所见啊，有为缘起啊，啊，他经文是讲真实有为思量缘起的啊，那主要就是有为缘起，就一切世间都是有为法的。有为法就是什么？有为法指的是什么？生灭啊，我们只要看到有为就知道它是跟无为相对，它是跟无为相对，有为相对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不生不灭，非缘起法，有为就是生灭法，生灭就是什么？生灭就是无常啊，它是因缘合而起的啊，所以它是有为是缘起啊，有因有缘世间起嘛，有因有缘世间起啊，其实就是这样。好，所以生灭的它为什么生？有为一定是生灭的，如果你看到经典里面讲有为，你就知道它是跟无为相对啊。那么有为一定是生灭的，那为什么生为什么灭？就是生灭是一种现象，可是它为什么生？生是什么？本来没有后来有，先无后有，本来没有后来有，本来没有已经有的后来又变没有，这个叫灭啊。那生灭，那为什么本来没有后来会有？为什么现在有了后来又没有？之前没有的现在为什么会有？现在有的之后为什么又没有啊？就这样嘛，之前没有现在有，这个叫生。那么现在有了之后又没有了，就有灭。好，那么有生有灭是一种现象，你看到世间都是这样有生有灭，但是要追究为什么生为什么灭，生是因何而生，灭是因何而灭。任何的现象都是这样，有为有生有灭，只是生的时间，你看其实就近来讲它是刹那生刹那灭，但是因为有相续，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那细胞身体其实也是刹那生刹那灭，新陈代谢，但是因为有相续，你就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像一朵花也是这样，你看开，比如说兰花一个月，昙花只是一个晚上，但是兰花会一个月，但是昙花一个晚上它也是刹那生刹那灭，那么兰花一个月它也是刹那生刹那灭，它并不是一直保持这样然后一个月之后忽然卸掉，没有，它是渐渐卸的，所以它刹那生刹那灭才会这样渐渐卸渐渐卸。我们也是一到八十岁就忽然间老了，不是的，渐渐老渐渐老啊，然后到八十岁啊，那么就老相就出来了，或七十岁老相出来，
啊，然后就死啊，我们就这样。这个跟物理也是一样，物理它任何一个原子它有半衰期啊，那么它都是渐渐变化的。好，那么你看到这个生灭，它就要问：那为何生，为何灭？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那佛法最主要的不再探讨这个国土世间无情的世间，在探讨有情，因为佛法的重点在解脱老病死。所以《阿含经》里面常常讲嘛，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因为这个世间有老病死。在这个简要的时候，就是这个世间有苦，老病死的中间就是生之后有老病死，因为我们存在嘛，存在叫做生，啊，那么老病死存在会有老病死的现象，死就是消失了，那么生跟死之间会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就身心的苦了啊，所以总而来讲，世间是苦，其实是这样，因为世间有苦，所以佛要解决这种苦，所以他去修行，而他也解决了，但是世间的人不知道，所以他为世间说法，所以杂含就这样嘛。世间佛为什么出佛？就是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因为世间有老病死。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为这个世间说法，因为有三法：不可爱、不可忆、不可念嘛，就是老病死嘛。啊，那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觉悟了真理，觉悟了现理，看透现象，看透这个现象，觉悟那个实相啊，基本上就这样嘛。那么你知道了之后，你就不受老病死。可是其他人不知道啊，所以要说法，为这一些愚痴无闻凡夫啊，那么不知道的人，告诉他，其实生死是可以解脱的，苦可以彻底的解决。那么解脱这个概念跟离苦这个概念，在印度沙门婆罗门基本上都是朝这个目标的，都是向解脱的。沙门婆罗门基本上都是向解脱的，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现象看得不真实，所以他们的修行的宗旨跟理论就有误，所以他们不是真正，他们虽然向解脱，但是他们不是真正能够得解脱，因为方式有差，有误了，就好像啊，你认为人生病是因为瘟神造成的，所以你不断举行盛大的法会，然后要送瘟神啊，你看以前我们住台南海边都有那个送瘟神一样，送那个王船，然后送了很多粮食，然后把瘟神推到，把那个船送到海里，然后点火，然后锣鼓喧天啊，各个阵头啊都送走，然后点火啊烧掉，然后就送到海边去，他几年半一次啊，很盛大。他认为，如果你不这样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用瘟神而死，就是你善待他，然后给他送走，啊，那类似像这样，我们说他有很多错误的方式。那各个宗教，沙门婆罗门基本上有各式各样的理论。那么当然有一些认为根本就没有生死，也没有解脱，啊，就没有烦，没有圣嘛。有一些外道会认为根本就没有业报，没有善恶，没有凡圣，没有解脱，没有生死，啊，就是说生死是有了，但没有解脱这件事。就是说我们死了无因缘的，那死了就死了，也不会再有下一生，不会再没有下一生哪来的业报？没有下一生哪来的业报？那没有下一生哪来的圣者？现在所谓的圣者也是这样，死了就都没有了，凡夫跟圣者都一样。死了之后都没有，为什么来不一定，也不知道。那有一些就认为，啊，那么生死是有限的，就是说，经过几次的生死之后，不管凡夫圣者都不会再有生死，就好像抛锚线球一样，啊，就很多种理论 啊，那么各式各样的理论啊，但是不离开啊，我们就讲这个世间常无常，非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个是另外一种概念，但是基本上讲这个无常的话就不离开这个。好，那他就讲我的所见有为啊，我们说只要讲有为就是知道生灭，无为就是不生不灭，有为就是生灭。那么为什么底下是缘起啊？他是说他的原文是真实有为，就是他实相，他真世间的现象真相就是有为啊。那么有为为什么有为？思想缘起，你要去了解为什么有为啊。
它的原文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有，就是简，我们只要讲它，讲它的一个主要的内涵啊，它是说真实有为，思量缘起，啊，其实就是说世间是有为的，啊，一切有为法嘛，啊，这世间一切世间的现象，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世间的现象，那么都是什么？它是生灭的，有为就是生灭的，那为什么生？为什么灭？我们刚才讲，有的是无因生。有的是自生，有的是他生，有的是共生，反正就这样了。然后灭也是这样，那佛法是缘生、缘起的，这些现象都是缘生的，就是因缘起而有的。所以他说缘起者无常啊，因为它是一因带缘而有，所以因缘有它就有，因缘没有它就没有。有因有缘世间即嘛，有因有缘世间灭嘛，啊，所以因为。因为是要因缘，所以他不能够一直都这样，也不能够一直都不这样啊，还都是靠因缘。比如说，我们要出生，我们要死亡，啊，你不能一直长生不老，没办法，因为因缘生，因缘有尽的一天，因缘终归一灭，终归一尽啊，所以有生必有灭就是这样，啊，那么你如果那个因缘具足了，你说那我不要出生，我下界。你说很多人都会这样，我这辈子受苦，我现在这辈子不要再遇见你，不是你说了算，我下辈子不要再做人了，也不是你说了算，我下辈子不来这个世间了，也不是你说了算，啊，不是你说了算，你可以说我不要吃这个东西，我不要这个东西，我不要去你家，啊，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可以，但是你没有办法说我下辈子不要再遇见你。你可以发这个愿，但是不一定能够成就。为什么？你只要跟他有缘，你就会遇见他。那如果发愿就可以，那很简单了。我生生世世都不愿意堕三恶道，你可以发愿啊。但是发愿就能成吗？不成，要依业、依因缘的嘛。啊，那么你可以发愿，那我发愿啊。当然，我们说我们发愿要往生，那个是一种你有一个目标让你往前进。那你还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也不是你发愿就能去的，也不是你愿意去，阿弥陀佛愿意让你去，那你就能去，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啊，它主要是什么？要善根福德因缘，其实还是要业啦，啊，除了你的心之外，你的业、你的缘啊很重要，缘是从业来嘛，那么如果你的业具足了，那么你可以主导这个缘，我要往那里去。比如说你分数够了，你要我不要读剑桥大学，我要读台湾大学，我不要台湾大学，我要清华大学啊，随你，因为你的分数够，你的分数不够，你不能够，你不是你决定的，你是被分配的，你是一业轮回的。如果你善业够，那你就是依愿而往，你可以升天，你说我不升天，啊，那可以，我要来人间，我不升天，啊。那你可以做男的，你说我不要做男的，我要发愿做女的啊，那可以。那这个是你可以有主导的部分。但你说我不要再生死了，那没办法。啊，我不要再出生了啊，那没办法。啊，没办法。你即使你现在的父母不存在，你还是会有其他的父母会让你生出来，啊，会有的。就是说你是依业而来的，所以业决定。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业怎么来的？还是缘起的，这个基本上就是缘起，啊，那只要是缘起的，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无常的，因为它会变化嘛。无常的意思就是这个世间不断在变化，无常就是它会变化。无常不一定不好哦，无常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无常不好，不是无常没有好不好，无常就是一种现象。你说我现在生病，但是我病好了，那是不是无常？本来生病，后来变健康，无常啊。那本来生病呢，本来健康，后来变成生病，你就会讲无常，啊。那人活着死掉了，你说无常。那本来没有生一个小孩出来，那还是无常啊。啊，无常就是不跟以前不一样，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啊，未来跟现在也不一样，它不断在变化，不断在变化，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啊，无常不是从你死的时候才无常，从你出生的时候就无常了，啊，那么出生之后一渐渐变大，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无常啊。你从穷变富有，无常；从富有变穷，还是无常，啊。
地震来了，房子倒塌了，无常；地震没来的时候，这里一片空地盖起一栋房子也是无常，啊，就是说它跟以前不一样，它产生变化了啊。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习惯把无常看作是比较不好的、负面的，所以无常不是一个感叹号，不是说啊无常，无常不是一个感叹号，也因为无常我们才能解脱。如果没有无常，那你轮回就轮回啊，你怎么可能解脱呢？你从轮回到解脱，那不是无常吗？因为无常才可以解脱，但解脱了之后就不无常啊。那你说解脱了之后还无常，那不是又要轮回啊？不是，解脱了之后就是无为法，轮回是有为法啊，所以那有为是因缘起的啊，所以叫做有因有缘世间起嘛，然后有因有缘世间灭，灭后就不无常了，因为从有为到无为嘛，啊，所以缘起者比者无常，无常者是苦。从生命现象来讲，无常就是会苦，因为它变化。你说有苦有乐啊，没有错。无常也有苦也有乐，无常不一定都是苦，但是终究是苦。为什么？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消失，你可能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你以前没钱现在有钱，啊，你以前没人喜欢你现在有人喜欢你，啊，你以前没有智慧现在有智慧啊，那还是无常没错。但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命、你的身体，啊，你的财富、你的眷属，它都会消失，有一天它都会消失。那么你会看到，在你从小到大，你会看到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教，那么消失，渐渐消失，渐渐消失。啊，我们看到佛法在印度渐渐消失，没有了啊，一样是无常，无常法则嘛。那么最后你会看到你自己消失在这个世间，没有了啊。所以，但你的执着越重，你的痛苦就越重。无常不一定会苦，无常不一定会苦，就是说苦有两种啊，身心现象，身跟苦，身跟心的现象。那么如果你了解这样的话，你不贪爱，无常只会造成你的身苦，因为即使你再怎么了解，那些大阿罗汉肚子痛还是痛，老了还是苦，还是苦，因为有身苦，但身苦心不苦。那一般的凡夫，身苦引发心苦，心苦又引发身苦，环境的苦啊，这个情感的苦啊，友情、爱情、亲情啊，恩情啊，反正这些产生变化了，你就苦啊。你所喜爱的人不再喜爱了，你会苦；你所喜爱的人不见了，你会苦；你所喜爱的人生病了，你会苦；甚至他也不病，他过得很好，但是他已经不喜爱你了，你还是苦啊。但他也喜爱你，你也喜爱他，但是你跟他不能见面，那还是苦啊。反正世间就是这样了。那所以你会发现到啊，那么无常来，对一般人来讲，它就是苦。生理上的变化就是老病死啊。那么境界上、心理上的变化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就是这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到无常者是苦。那么你知道这个苦，你知道这个苦，你不执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知道苦？知苦。知苦之后，就要知道苦的原因，叫做什么？急，就是你为什么会受苦？佛法我们说的最常见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受苦？那么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那么怎样不受苦？你一定要遭到那个苦的原因是什么？像这些外道都认为，比如说耆那教，啊，刚才我们讲，世间的人认为我的苦来自于你，所以我消灭你，我就不苦了。啊，我的苦来自于没有钱。所以我努力赚钱，我就不苦。没有啊，你赚的钱还是苦啊。你看啊，就是我的苦是因为贫穷，所以我赚了很多钱，我就不苦。结果发现你赚了很多钱，你也是苦。我的苦来自于我的权力不够，我被打压。我虽然有钱，但是我被有权的人打压，被有权的人剥夺财产。那所以我要权力做到最大，我可以管一切的人，一切人不能管我，那我就不苦了。还是苦，你就做到皇帝，你也还是苦。你可以管一切人，一切人不能管你。你的权势再怎么大，还是苦，啊。那你会发现到世间人，
看到的苦，他也知道苦啊，哪有谁不知道苦？其实多数的人都知苦，但是不知道苦因。重点在这里，你说你随便街上问一个人，这个世间苦不苦？多数的人都会说苦，啊，那如果他现在正年轻正快乐，但是他也曾经苦过，那么他未来肯定会苦，啊，天上的人你问他苦不苦，他肯定说不苦，但是等到他五衰象限的时候，他就苦了，啊，其实就是这样嘛。那么所以因为无常，他就苦。世间的人，我们说人，天上的人，天上的人不太知苦，啊，那在无色界的人，那更不知苦了，在定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苦，也不苦啊，他也快乐，身心都快乐，禅定里面身心清安乐啊，那不苦。但是不苦，我们说苦有三种嘛，苦苦坏苦行苦，我们这个欲界苦苦坏苦行苦都有，那么你就是到了无想非想非非想，你还有行苦，因为无常的苦，你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原有的境界殊胜境界会消失，你还是受苦。那世间的人他认为，他大部分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百分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人，九十九应该是九十五的人啊，基本上大多数的生命时间里面是苦的，啊，是苦的，真的。如果你这一生都不太有苦，那很少。即使你有钱健康，你可能会有爱别离苦啊，一样有，啊，一样有。所以多数的人都知道苦，但是苦到他想不想解脱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苦的究竟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人有生必有死，基本上就是小孩子也知道生之后就会有死，但是真正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还是很痛苦啊。那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多数的人都知苦，但是这个知是表面的知，它并不是真知，并不是真实知啊，真实知，它是表面知道而有苦，就好像我们的佛法都是表面的，所以烦恼来的时候用不上啊，因为表面的嘛。你说无常啊，我也知道无常，可是真正无常来的时候，你就那执着心很重啊。你说烦恼，我也知道这是烦恼，但是你不认为烦恼会带给你什么过患，或是虽然有过患，我自己可以承受，所以他会觉得谁没有烦恼啊？啊，我就是凡夫啊，啊，我就没办法啊，啊，我这就是我的个性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你也知道，但是知道不是真知道啊。那世间的人知苦啊，世间的人知苦不知苦因，那不知苦因不是真知苦啊。所以这里的知苦是知苦即灭道，知苦知苦因，知灭苦的方法。而且他确定他可以灭苦，悉达多就是这种人。那我们呢，啊，我们基本上不是这样哦，啊，我们知苦但不知苦因，不知苦因，知苦因不知灭苦的方法，不知灭苦的方法，知道灭苦的方法，不真实去灭苦，不精进啊，就是不真实要去灭苦啊，得过且过啊，反正就是这样嘛。那这个就是苦即灭道，就是你没有真知苦，你知了苦，你不知道苦因在哪里。外道也是，他为什么要受苦行？世间苦啊，我要赶快解脱啊，不要在这个世间受苦啊，所以他可以忍受那么多苦，就是因为他要离苦。他愿意吃那么多苦，是因为他要离苦。但是他离苦的方法错误了，灭苦的方法错误了，所以他不能真实离苦。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那么知苦矣，我于所见都无所得啊，因为是缘起的啊。那么他也不执着，为什么？为什么说知苦我于所见无所得？因为所有的苦来自爱取，苦就是一种现象，叫做有的上面是什么？取，爱取有，取的上面是爱。那么就是它有两种，一种就是观念上的执取，一种是情感上的捡取，我们叫做见货跟识货。观念上的，我认为就是这样，它就是一种执取啊，这个就是一种爱取啊。啊，何所见？一切世间是常啊，于是则生死，于则希望啊，无常无常，这个都是一种取，一种取。
直取，直取，所有的痛苦来自于直取。直取是因为贪爱，啊，情感上的，那么贪爱，那么也可以说无明跟贪爱了，啊，就是不知道，不是真知苦，所以我于所见，那么我知苦，但是我对于这个观念，这个直取没有，因为你有直取就有苦，所以我于所见都无所得，都无所得，无所得。他就是一切诸见心无所着，我见亦复不着如是之见，啊，就是一切对于一切诸见，他不离开这四种，我都无所着，我都，因为他基本上讲来讲去就是四种而已，不是常就是无常，那就是亦常亦无常，那不就是非常非无常，啊，但是我都这个都不对，那我也不执着这个，那么我也不执着我这个无所着，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佛陀说的《法喻经》，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中观也常常讲这个，就是说，你只要有所执着，甚至讲空，你又执着空，那个也还是什么？那个也还是执着。凡有所见，凡有所执，都是什么？都是虚妄。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就是讲这个道理啊。啊，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像这里的常啊无常啊，所以他告诉你，你佛法无我是关键，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执着有一个无我法，那个也是执着，那个就不能证得无我啊。所以我们说中观啊，初级大圣重点在讲，你执着了，你执着这个无我，执着有一个苦法，执着有一个苦法，执着有一个无常法，那个叫做法有嘛，你执着有这个，你就不能得解脱，因为不是无常的问题，不是苦的问题，是执着的问题。心只要有所执着，它就会产生痛苦，啊，其实是这样啊。好，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杂含觉六二经》一样，佛跟婆伽种出家的啊，这外道出家的，那么作释说，世间常，这是真子，欲者希望，只是导见啊，是一样的。他这个是须达多跟外道说的，这个是佛跟外道说，啊，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是常无常，世间常无常，世间非常非无常。所以他这里讲什么？讲不管是常无常，因为我们主要是无常嘛，诸行无常，无常，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都是啊颠倒见，就是你执着，此则真实，愚则虚妄者，啊。那后面下面再讲那个一切见，基本上都是。所有的外道当时都是这样啊，我所见的为真啊。那部派里面，假设即使是佛教的，即使是佛教的，那么他也这样的观念，那还是一种执着，还是一种执着。好，那么主要在讲这个。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所以啊，总结的说了啊，我们从这里啊，在前面的总结说，一切有为法，无常、苦、无我啊，都是这样啊。那么常无常，苦跟乐，我跟无我，啊，那么都是这样。这个叫做什么？对治虚谈，啊，对治虚谈，啊，你执着什么，就对治你什么。这个上次我们说了啊。那么再往底下看，讲第一义虚谈。第一义虚谈者，一切法性，一切论义，语言，啊，语言是声音呐，啊，那论义就是对这个法，对这个法。分别啊，分别说，广分别说啊。那么一般我们叫论啊，像阿毗达摩啊，他基本上就是对这个法啊，那么去分别，广分别。那他说一切是法非法，可分别破散。那是法跟非法啊，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啊，像《金刚经》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什么是是法？什么是非法呢？啊，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里讲的是法跟非法。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那这里其实也是是法非法啊。好，先下课好了。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现在讲到第一义悉檀啊，一切法性啊，一切法的自性，一切论义语言啊，他这里讲就是基本上一切法就分作啊，一般我们会这样分啊，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啊，通常是这样分，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啊。但是从这个观念上来讲，就有所谓的是法、非法的这种概念。他说，只要有这种概念，一一都可分别破散。好，那这里讲到可破散的法，就是是法、非法。啊，那不可破散的法啊，那么只要你有所执着，那么就不能解脱，它就是可破散的啊。语言行住于语言的，那我们现在了解，那什么叫做是法非法？因为一般我们讲到的法，通常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所有的一切法都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或是叫做世间法、出世间法。啊，那么从烦恼上来讲，叫做有漏法、无漏法啊。那么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理解，那什么啊？一般的说的是法非法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金刚经》讲法上应舍啊，这个是法，何况非法啊？那么这个佛法所教你解脱的方法，你都不能执着了，何况那个不能解脱的法啊？那么这个。华语经里面啊，这华语经常常出现在其他的经典里面，《金刚经》有引用啊。那么如法语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他说啊，佛陀啊跟弟子讲啊，那么假设有一个人要过这条河，这条河就是生死之河嘛。那么要靠什么？要靠船。船怎么做的啊？要去找那个树枝，或是讲树木啊，然后绑成一块，或是找那个草可以扶的草。然后绑成一个船，然后靠着这个游过去，啊，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要修戒定慧，啊，然后修八正道，然后依这个，然后渡生死河的彼岸。但是有没有人这样啊？过了这个河，他觉得哇，这个船让我能够过这个河是非常重要的。我之所以能够渡这个生死之河，是靠这个船，所以我过了这个船之后，我过了这个河之后，我把这个船背在身上带着走，这个太好了。有没有人这样的？没有，那个船就只是要过河的。那么你一直背在身上，那么这个是有没有真正解脱的人？那么就是过了河的人会把已经过了河，再把那个船背在身上走的啊？没有，啊，那一样，这个其实就是说，佛法教你的是解脱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执着这个解脱的方法，那么你就不能解脱。那佛法告诉你的是。告诉你的是这个法的真实相，但是你执着这个法的真实相，那你也不可能解脱，你这个就是愚痴的。好，那么现在来讲到这个佛说的一切法里面啊，基本上有所谓的，就是有谴责性的，有是法啊，你要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你要这样想，你不能这样想，你要拥有这个，不能拥有那个，你要去除那个，不要去除这个啊，其实就是这样。好，那这个里就有所谓的。法跟非法，好，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法跟非法呢？其实就是有两种说法啊，一种就是简单的，就是善法恶法，正确的不正确的啊，就是这样啊。比如说《杂含七八二经》，简单的讲，邪见非法，正见是法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有正见，不要有邪见啊。这个法正见是可以让你向解脱的啊，基本上都是向解脱的法啊，向善、向上、向解脱都是这样了。佛法这个法基本上就是这样，向善、向上、向解脱。从大圣来讲啊，向佛道、向成佛啊，那基本上一样啊。那么就是它不是恶的啊，而你依着这个修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欲界天到色界天，色界天到无色界天，无色天到出三界啊，反正这样啊。那么然后最终是向解脱啊，出生死。那乃至邪定非法，啊，那么正定是法啊，这个写错啊，正定啊，这个正见这里啊，正定，乃至正定是法，
啊，就是从邪见到邪定，从正见到正定，啊，那么基本上它就是八正道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是法。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这个是非法，啊，这个是杂含里面讲是法非法啊，那么最主要的好，那大毗婆沙论。它就是广分别嘛，这个论就是广分别嘛，就把这个讲得更详细更多了啊，就讲到啊，就列了非常多，列了非常多啊。那么简单的讲，内道言教是法，就是佛所说的内道，就是佛教了。佛教里面的是真实的解脱法，真实的善法，真实的真善法啊，可以真善的嘛，就越来越好的啊。那么它肯定是善的，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啊，对这个世间好，那自己会越来越好，那会有就近终极的好啊，啊，没有后遗症，没有副作用的好啊，啊，这个是所谓的法。那么内道跟外道啊，外道所说的言教，所言所教的，所说的修行的理论宗旨，所教的修行的方法，啊，那基本上这个是并不是真正啊，那么可以达到他们所要的究竟真实啊，就好像说这个婆罗门教认为你恒河是圣水，你到恒河里面啊，那么祈祷沐浴，那么你就可以洗去你的罪啊，那么你供养这个梵天神，你就可以得福报啊，你杀牛祭祀恒河女神啊，可以得福报啊，那你持咒啊，可以灭一切罪业啊，反正就种种外道的言教，它并不是那么真实，那有部分的真实，不是完全不真实，啊，外道也教你行善去恶啊，那有部分的真实，但是他们的善恶的定义不太一样，啊，所以佛法正见第一个是知有善有恶，就是你要先清楚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世间的善恶、外道的善恶跟佛教的善恶是不同的，是不同的。从基督教来看，你信佛教那个就是恶，从基督教来说，从回教来说，你信佛教那个就是恶，你不信回教那个就是恶，你不信基督教那个就是恶，那是这样。那佛法来讲，你信佛教是善，但是你不信佛教不一定是恶，不一定，但是就是你没有达到真正的善，就是它还是善的，因为它还是你即使不信佛教，但是你行善你依然可以升天，只是佛法会告诉你比较真实比较直接的方法，如此而已。你信外道你行善依然可以升天，你信佛教行善依然可以升天。那说那这样为什么要信佛？佛可以让你得解脱，外道没办法啊，外道没有解脱的方法，外道有升天的方法，有升欲界天色界天的方法，有不堕三恶道的方法，但是没有解脱的方法啊，没有成佛的方法，甚至有一些外道的方法还会让你堕三恶道啊，所以杀牺牲啊，在中阿含里面讲啊，你牺牲杀牛杀羊去祭天，以为可以升天啊，实际上不但不能升天，还会堕恶道啊。福无戒指，罪如须弥，福报没有戒指那么大，一颗戒指菜籽那个小小的种子，但是罪像须弥山那么大。为什么？你杀了很多牛嘛，杀了很多羊去祭天嘛，你想从你杀越多希望福报越大，不对，杀越多罪报越重啊，他不知道嘛。但是多数的外道基本上还是善法的多了啊，但善恶不一样。所以通常来讲，内道言教就是佛法，内道基本上分内道外道，就是佛教跟佛教之外的啊，佛教以内的叫内道，佛教之外的叫外道啊。外道只是分别说，也没有特别说贬斥的意思，就是分内外啊，自己的人啊，外面的人啊。那么通常来讲，佛所教的基本上都是法啊，那这个外道所教的是非法，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正确的了。好，那么他仔细的分别里面啊，从这个法的来讲啊，他有惭有愧啊，这个是法啊，这无惭无愧就非法，如理作意这个是法，如理作意其实蛮重要的啊，就是你要断三结要从如理作意来，那如理作意一定要从清净善知识来啊，基本上是这样，
有证件嘛，上就是给你证件嘛，你从证件才能起如理作义嘛。好，那么不如理作义就是非法。三善根是正法，三不善根是非法，四念住是正法，四颠倒是非法。啊，四颠倒是常乐我净嘛，这个是无常苦空无我嘛。好，五根是正法，五根五六正法，那么五盖啊就非法。啊，六随念啊是正法，六爱生啊是非法。啊，那么七随免啊，这个都是烦恼的部分了啊。那么七觉知是正法，七随免，它是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说的啊。就内道言教总说这个是一嘛，这个是二嘛，啊，这个也可以啦，这个是如理作一，这个有惭有愧啊，有惭有愧啊，有恶法，有恶法在世间啊。那么所有的烦恼都跟惭愧无惭无愧相应，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非法都跟惭无惭无愧相应，所有的善法都跟有惭有愧相应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是《大比婆沙论》里面的，这个是《大比婆沙论》的，啊，《大比婆沙论》里面讲到，分别说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啊，乃至于八正道、八邪道，八邪知就是八邪道，啊，九劫十不善道，啊，九次俱定十善道，反正就这样。好，再来看啊，再来看这个《般若经》里面说的啊，《大智论卷五十五》也讲到这里。啊，就是这个般若经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大智多人解释的这部经啊。那么卷八里面啊，它是放在，因为它有经，有经文跟有解释。智论是卷五十五啊，他这么说啊，我们看，他说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就是不退转的意思。那么能受是甚深微妙般若啊，那什么是甚深？就是实相，就是现在这里讲的啊，就是第一啊。正见成就人，阿罗汉亦能信受，啊，就是有正见成就的啊，阿罗汉，还有无生法忍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那么他这里讲到啊，多见佛，与诸佛所多供养，种善根，亲近善知识，有利根，是能人受，不言是法非法啊，就是不会执着。像须达多长者，刚才我们讲的须达多长者，他就是这样。那这里讲到是法非法，还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们来看有一本经叫做啊，我们先把这个是法非法的观念弄清楚了啊，然后再来看它底下的所谓的第一义悉檀啊，有一这本经啊，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啊也常比较引用的啊，《大萨遮尼犍指所说经》。就是佛为这个尼犍指说的了啊，好，我们来看他讲的所谓是法非法，这个跟智论里面讲的这里的是法非法啊，跟这个一样啊，相应。他说他在讲到四念处啊，我们先把这个写一下。他讲到四念处的法念处的时候啊，他讲到四念处的法念处的时候，法念处者啊，这个可以当我们做参考了啊。法念处者，他说观诸法时啊，观这个诸法啊，因为四念处是身受心法嘛。那法一定是无常、苦、空、无我啊。他说你在观诸法的时候，啊，不见一法，啊，那么你如果见到是法非法啊，你观这个法苦的时候，因为它有种相别相嘛，四念处有所谓种相别相，啊，它有种相别相，别相就是别相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总相是观身受心法多三，观什么不净苦无常无我啊，都是这样观的，法也不净也苦也无常也无我啊，诸法都是这样啊。
那么不见一法，那你在这样观的时候，不见一法啊，乃至一切维系之相啊，不见一法的法性法相啊，乃至一切维系诸相。见法非法，无非是法。见法跟非法，见这个法跟非法，无非是法，都是法。好，那这里啊，底下又说啊，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他底下又说：“啊，云何为法？云何为法？啊，无我、无众生、无寿命、无人，为。”无我，无众生，无人。啊，这《金刚经》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无我、无众生、无寿命、无人，啊，无寿命、无人。啊，云何为非法？为我见，啊，我见，众生见、命见、人见，啊，众生见。命见，啊，见有命有众生啊，啊，人见，见有人，人见，他底下还有啊，那么断见、常见、有见、无见啊，命见就是寿命啊，人就人见，然后还有断见、常见、有见、无见啊，常见、断见。有见无见，啊，只要有所执着了啊，那执着我、执着众生、执着人、执着常、执着断、执着有、执着没有，啊，执着是、执着非啊，都一样啊。那么这一些都是非法，啊，是名非法。他底下还有一句啊，蛮重要的，他说沙门瞿昙。就佛说的啊，沙门瞿昙，观一切法是法非法，观一切法是法非法，啊。那么他说何以故？啊，他说那何以故？观空无相无厌，是名一切法是法啊！一切法空无相无厌啊！观空无相，离一切相啊，无厌。不愿所有，是名一切法是法。这个是名啊，一切法是法，法是法，一切法是法啊。那么我慢、骄慢、我及我所摄取诸见，是名一切法非法。我慢啊，这个后面就会有了，就是大家都执着自己的法，而且看不起别人的法。
啊，就是在后面啊就开始讲这个啊，是法非法，我慢啊，那么骄慢啊，执着，而且执着自己才是对的，别人一定是不对，我即我所，我所见，我即我所，他都不离开我见我所见我爱我所爱啊，摄取诸见，是名一切非法啊，摄取一切见，依我我所见，依我我所爱，摄取一切常断异常异断非常非断啊，那么这个常见啊，这个无常见啊，异常异无常非常非无常啊，就是这些啊，摄取诸见啊，一切见啊，这个我们还要对照下面的看就会知道了，摄取诸见是名一切非法啊，这个是名一切非法。所以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非法，主要是由我慢而有的，我慢而有啊。这个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也都有这么说啊，就是说主要来自于这个我慢啊啊。有一本经就叫做《四法非法经》啊，中岸有一本叫做《四法非法经》，就专门。出自中阿含，但是他有就是自己是一本经的啊，就是这个《四法非法经》，就专门在讲这个，来自于我慢啊，《四法非法经》。但是他写出自中阿含啊，《四法非法经》啊，他就主要就是在讲一般的外道或一般的世间，他只取世间的见啊，那只取那个见。就像那个摩诃居士哦，常爪梵志，啊，那么他执取所自己是最高的，那个就是来自于我慢啊，我爱我所爱，我见我所见。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四法非法。好，那我们再来底下看。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说一一可分别破散，啊，那么破散基本上啊，大智里面也有说，就像空能够破散诸法。风能够破散诸云啊，这个风能够破散诸云那种概念呢、啊？那么一切的议论，一切的议论，不管是法非法，那么都可以破散啊。就是前面三希谈啊，那么诸佛、辟支佛、阿罗汉所行的真实法啊，他们基本上就是证得诸法实相，就是一切的语言论义，不管。啊，你说什么都是可破可散，啊，就像云风，不管你居多厚啊，那么风一来就吹散了啊。那么佛所证的诸法实相，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三个都是究竟啊。这个辟支佛跟阿罗汉的差别在于啊，没有佛的时代啊，这个是辟支佛；那么有佛的时代啊，那么辟支佛跟佛，辟支跟佛同样都是创觉。就是没有佛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觉悟，他们自己依自己的能力觉悟，啊，叫做先觉。辟支佛跟佛都是没有老师自己觉悟的，但是辟支佛跟佛的差别在佛有收弟子、有僧团、有弘法，辟支佛没有，啊，所以辟支佛所觉悟的实相，那么多数都是他涅槃了，啊，那个真理就也就。也即使他在的时候也不一定显现，他没有为别人说，或是他为别人说的不多啊，或是他没有为别人说啊，所以这个是佛跟辟支佛的差别，就是有度众生没度众生的差别啊，但是都是自己觉悟的。那辟支佛跟阿罗汉的差别就是这个辟支佛是自己觉悟的，阿罗汉是因为佛才觉悟的啊，那就不一样啊。但是基本上阿罗汉多少都是依着佛依然有度众生啊，但是都是以解脱，他们相同的都是以解脱，解脱是究竟。那么辟支佛跟佛的差别就是啊，都是自己觉悟的，没有老师啊，那所以不一样啊，不一样。那阿罗汉跟佛的差别啊，经典里面就有讲了啊，就是能力上有差别啊，那他们所悟得的境界，从就近解脱了，从解脱来讲，
都是就近，从解脱来讲都就近，但能力上有差别啊。所以阿罗汉叫做阿罗汉，跟辟支佛都叫做正等正觉，或是正等觉。阿罗汉跟辟支佛都叫做正等觉，或是正等正觉，叫做三藐三佛陀。但是佛是阿耨多罗三藐三佛陀，这是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跟辟支佛上面都有佛，佛上面没有其他的觉者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三个的不一样啊。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阿就是无，耨多罗就是上，三就是正，藐三佛陀啊，正等正觉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差别。好，我们来看，他说这个阿罗汉佛、阿罗汉辟支佛啊，所行的真实法，说他们都证得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不可破、不可坏、不可散啊，就是不可破坏啊，那也不可破散啊。那么基本上善于三悉檀中所不通者，此中皆通啊。到了诸法实相啊，没有不通的啊，所以通就是通达了啊。那诸法实相啊，就是不可破、不可坏、不可散。好，他举底下举这个读众义经。那我们说过，在佛陀时代，这个众义经是非常早的，佛陀时代已经有结集了，就是大家是佛陀还没入涅槃之前，佛陀还没入涅槃之前啊，那么这个世间已经就是佛弟子已经有结集经典了，基本上就主要是第一个法句经。法句经是佛陀时代就已经在家出家就朗朗上口在诵啊，你像那个阿拉律早上在诵经，其实就是诵这一些。那么周立盘陀解啊，那么他要出家，大家叫他背的那个经，那么也都是也都是，要不是法句经，就是那些像这里的所谓的众义经啊，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义品了。这个众义经是义品里面的八颂经品啊，它就分很多。那通常是把它放在有的部分，把它放在所谓的杂藏，就是我们所谓的三藏，主要最早是律藏，大迦叶结集的是律藏跟经藏。大迦叶结集的是律藏跟经藏，啊，律藏是八十颂律，经藏就是杂阿含，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其他的，因为民间已经有结集了，后来就放在，后来还有结集就论藏，啊，后来就又收集进来变成杂藏，啊，变成杂藏，啊，那南传的是放在所谓的小部，小部里面，他们有四部嘛，啊，这个相应部，啊，杂阿含是相应部。啊，这我们写一下。这个众义经就是可以知道是佛时代就有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含经是佛灭后才结集有的，但是所结集的基本上还都是部派传下来的啊。就是说，到底是佛时代到底都说些什么？我们现在不可能完全知道，因为我们传下来的全部是部派的，全部是部派的啊。这个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好了，啊，这个在一开始大制作人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说过了，啊，那可能太久了忘记了啊，我们再把它稍微讲一下，啊，讲这种概念，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佛灭后。通常佛灭度后，佛在世的时候所说的啊，我们把它叫做啊根本佛教，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义，我们就把它根本佛教啊。这之前我们有说过啊，最早的时候第一堂有说过，但是现在再把它稍微说一下。佛灭度后大迦叶结集的啊，我们叫它原始佛教。这个是佛灭度后大家，这个是大迦叶结集的五百结集，佛灭度后第一年啊，第一年这大迦叶结集的，就是佛灭度后三个月后了，也没有，就是第一年内它就有了啊，就五百结集，这原始佛教就五百结集，王舍城五百结集啊，那么
这个是大迦设的，大迦设阿那，阿那利不是阿那利，优波里啊。那么基本上优波里，优波里结局绿点，持绿第一的优波里，阿难结局经典啊，就是法优波里结局这个绿，这个绿那个时候叫做八十颂绿啊，现在已经不见了，现在只有十颂绿啊。但是不管什么律都是从八十颂律来的，啊，那个经阿难阿难陀，阿难啊，一般我们叫阿难啊，就阿难陀，阿难陀结局经，啊，这个经是就是杂阿含，难传的叫做相应部，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有结局的，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有结局的，就是这里说的所谓的众义经。啊，中文翻作义品，啊，那跟法句经，那法句经后来，啊，就是已经结集的。法句经后来有很多种版本，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可以确定的是，法句经在佛陀时代就有，佛灭后又增加，啊，就像阿含经在佛时代就有，佛灭后又增加，增加到最后太多了，就分成四阿含，啊，其实是这样啊。那法句经也有很多种版本，非常多版本。那么后来再把它加上故事，就变成法句辟义经，啊，其实是这样，啊。那原来只有一简单嘛，要背诵嘛，啊。那众义经就一品，这个是佛时代就有了，啊。那佛灭度后是原始佛教，啊，是原始佛教。那佛灭度后大概100年到200年之间，啊，灭度后100年到200年之间了，啊，不晓得是正确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就开始有部派佛教开始分布。那部派最早，部派佛教的时候，部派佛教的时候已经有四阿含了，啊，所以我们的四阿含是不同部派的，南传的就同结部的，就是完整的一个部派的，啊，部派佛教的时候已经有四阿含，啊，那这个只有杂阿含，原始佛教只有杂阿含，啊，杂阿含跟八十颂律，那部派佛教就有不同的经跟不同的律，就开始这样了，啊，部派佛教。如果在原始佛教里面，大迦设时代，啊，那么律就是八十颂律，经就是杂阿含，经就是杂阿含，就是只有杂阿含经跟八十颂律。那后来到了部派佛教，啊，渐渐开始就有四阿含，因为越来越多嘛，就分开始分裂，啊，那不同的部派就不同的分法，那不同的部派可能在这个经加一点减一点加一点减，大部分都加了加进去，就。然后有些减一点啊，就不一样。像我们的四分律啊，四分律是法藏部的，我们受的都是四分律嘛。从道宣律师之后了，道宣律师以前就不一定。像鸠摩罗什，他是依十颂律为主的啊。那么在道宣律师之后，道宣律师中国虽然流行四分律，不过义净是主张根有律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啊，又不一样。那但是基本上。道宣律师之后就定一尊了，就以四分律为主了。四分律的众学法有100条，其中24条跟塔有关，2条跟佛像有关，这26条在其他的律典里面都没有。那你就发现律是不能改的，只有大迦设那个时候就制定了，经还可以加一点减一点，律是不能改的啊。经佛弟子也可以说，佛弟子说的也是经，但是律只有佛能制，律都改了，经哪有可能没有啊？也是有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后来就是，那佛陀到底最初说什么，那就很难说了啊。但是佛陀说什么要从啊，我们就部派佛教之后，部派开始就分嘛，从两部分到23部嘛，啊，部子议论是说18部了啊，18部，然后最多有23部，23部还是可见的哦，不可见的可能还有啊，我们不知道。那部派佛教之后，部派佛教之后就是初期大乘，啊，就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分初期跟后期了，啊，就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之后就秘密大乘佛教，啊，就秘密大乘，啊，大乘佛教又分初期跟后期，然后就秘密大乘佛教。那北传的基本上都在秘密大乘佛教。那阿含经，啊。只要是根本，还是从这边来的。那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是从原始佛教来的，就是它来自于这里，但不等同，彼此不相等，啊，就是它不同的部派有传承，不同的传承，啊，那原始佛教也不等同根本佛教，原始佛教不等同根本佛教，因为这个是大迦叶结集的，那大迦叶没有结集的，有些不知道舍利佛阿难，那舍利佛目犍连也没有参加结集啊。啊，富罗那也没有参加结集，啊，就是那个说法第一的富罗那也没有参加结集，啊，就是很多人其实没有参加结集了，比丘尼都没有参加结集，就算你是阿罗汉也没有参加结集，已经入涅槃的没参加结集，没入涅槃的有很多，就是比丘了，三的三明六通的比丘没有参加结集的也很多，所以他只是少数人，五百人，阿罗汉至少有五万人，阿罗汉了，比丘尼去掉好了，至少也有两万人到三万人。至少，那么才五百人结集而已，所以它并不等同佛在世的时候所说的法全部结集，没有，有很多没有结集，还有未在家居士讲的呢，正出国二国三国的呢，也只有少部分，那么有说出来，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悉达多长者，也只有少部分，那么很多都没有加价的，所以这个原始佛教不等同根本佛教，根本佛教就是佛所说的，佛在世时佛所说的法。那么佛所说的法，根本佛教也不等同所有的真理，没有，就是说佛是讲的真理没有错，因为佛自己有讲嘛，我以说法如什么，如爪上叶，所谓说法如森林的叶，我已经说的法就像他走一天走进森林里面，啊，把这个树叶拿起来说，阿难，你知道啊，我已经说的法就像手里的树叶。啊，那未说的法像什么？像森林的树叶，但是佛说的法就是解脱，主要能够趋向解脱的，是真实的，是重要的。所以有很多很多外道和很多佛弟子在问佛，有时候不说，说这些没意义啊。他举了一个箭，玉经啊，有一个人射到你的箭，你不赶快疗伤，你只是问这个箭是什么材质做的，谁射的，那个射的人啊，这个是什么种姓的啊，是男的是女的，你问这些没有意义啊，所以就是佛并没有说尽一切世间法，但是他已经把解脱究竟的法告诉你了，你只要一直做就可以得解脱啊。所以原始佛教不等同根本佛教，不是原始佛教里面就是迦叶结集的，不是结集一切佛所说的，没有，他只挑重点。那么部派佛教不是完整传承原始佛教的，难传的是通牒部的，同迭部跟法藏部都是分别说部下来的，分别说部都是说一切有部下来的，说一切有部都从上座部下来的，啊，他并不是说那我直接传承的啊，像南传的喜欢讲，我直接传承的是上座部，上座部直接传承的是佛陀，是大迦叶结集的，没有，他有改了，已经改过了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佛陀时代没有留下资料，只有辗转传承啊，所以部派。我们哪里去了解根本佛教？要从原始佛教。原始佛教从哪里了解？从部派佛教。从部派佛教去了解原始佛教。那从原始佛教去了解根本佛教。从根本佛教去知道诸法实相解脱的方法。那么，就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也差不多啊，虽不重亦不远啊，啊，其实是这样。所以才要研究佛法嘛，啊，那么佛法里面最主要的。啊，基本上就是阿含经，律是八十宗律，就是法跟律了，法跟律，那里面都有说到，但是因为各个部派传说的不太一样了，啊，你像律是不能改的，都改了，啊，那么一样，南传的也一样，南传的就是同迭部嘛，同迭部那个时候在印度还是没有势力，因为它是在斯里兰卡的，那是因为印度的佛法全部灭掉了，啊，各个部派都没有了。啊，它传承下来啊，其实是这样。那北传的就不同的部派啊，比如说我们的中阿含是说一切有部，中阿含跟杂阿含是说一切有部啊。那这个正义阿含啊，基本上有的时候是大众部了啊，有的时候不一定啊，但是可能接近大众部。那长阿含就是法藏部啊，那么就是不太一样啊，就是说那律就不同的律啊，比如说五分律是化地部。啊，那
这个十诵律是有部，说一切有部，啊，那四分律就法藏部，啊，就不同的部派。好，那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讲到这个众义经啊，那众义经是非常早的，佛时代就有了，佛时代就有，那一般叫做义品，义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那这里说的啊，他说各个自依见，好，这个我们稍微来写一下，他是这样。这个是说到啊，当时啊，我们说这个是佛时代就开始都有结集这个的，就是把那个重点呢啊，啊，那这个一般都放在经籍里面啊，就是南传的啊，我们说南传的它基本上是放在经籍里面小部的，因为它有四部嘛啊，那北传的是叫做义品。北传的叫做义品，啊，它放在杂藏啊，杂藏里面，它是小部经籍，啊，就另外的了，因为经律论三藏之外另外的，啊，那通常就是如果以经来讲，它就是四部嘛，啊，就是大迦叶结集的，大迦叶结集这样辗转传下来的，啊，但是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了，我们可以说大同小异了，啊，它就是相应部。啊，这个是四部嘛，经有四部，啊，相应部，啊，真知部，相应部，啊，中部，啊，那么常部跟真知部，啊，就是我们的杂阿含、中阿含、常阿含跟真一阿含啊，跟真知部，啊，这个是南传的。那北传的基本上，北传的啊，基本上就放在啊所谓的这个义品小部啊，它也是它叫做杂藏，啊啊有部里面好像也是列杂藏，杂藏里面的啊义品，啊那里面的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我们翻译来叫做义竹经，也有翻译叫义竹经，啊义竹经。啊，这中文有啊，义竹经，那可能也不是全部了啊。那这个我们就是杂阿含啊，就是在三藏之外啊，在三藏是经律论，那经主要是杂阿含、杂阿含、中阿含，那么常阿含、真一阿含、常阿含、真一阿含跟真一阿含。这个是所谓的阿含经啊，那之外，这个是经，律是另外律，论是论，律跟论形容起来就三藏。三藏之外有杂藏，三藏之外有杂藏，就是三藏不收的，之前就有的，就放在杂藏里面啊。那这个四部之外有一个小部啊，第五部啊，基本上就是。通常这个都放在义竹经，就是一个义品。好，这个我们先知道。好，那么这里讲到的啊，这个义品，好，我们看这个文啊，它是这么说：各个自依见啊。那你看那个注解啊，它是啊，所以它这里经籍是小部的第五部啊，那。他这里说到啊，各个依自见啊，这个是七九六记七九六，好好，我们先把这个记不同的翻译法了啊，七九六经。
这里没有写。七九六记啊，就是这里的这个各个一字卷啊，它有不同的翻译，我们写起来给大家参考。他说这个七九六记，就是这个经籍啊，经籍七九六记啊，经籍七九六记，就是大致引用了这个啊。那不同的翻译，我们给大家看。他说片注己见为第一。己见啊，就是我们刚才写的啊，此则真实，彼则虚妄啊，就是他基本上当时的外道都是这样啊。那么后来佛弟子也有的互相起争论的啊，所以后来佛又立所谓的七灭正法止证啊。那么他们有这种习惯，遍注己见为第一，自于世间为最上。啊，自以为了啊，自于世间为最上。此外一切皆为劣啊。阿含经的翻译就是：此则真实，余则虚妄啊。此外一切皆为劣。故为论证无越理，啊，无越理就是不能超越，不能离这个论证。好，那我们一面看一面看这个经文，它这里是各个依自见啊，细论起正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里是各个依自见。啊，因为他翻得更少，翻得更精简啊，更精简就有时候不容易啊。他说细论起正见，若能知彼会是则为正见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细论起正见在这里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知道啊，但是方法不一样，各个依自见细论起正见啊，鸠摩罗什都是意义比较多啊。但是细论起正见，我们对照看啊，起正见啊，这底下有。若能知彼会，看起来对不上啊，没有办法一句对一句啊，若能知彼会。但是他这个是基本上采意义的，视为正知见。就是有人去研究啊，他基本上这一句是来自于啊，后面还有也有引用译品的，它是来自于这个经籍里面的七九六记。那么七九六记就是啊，就是这里说的啊，他遍注己见为第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啊，那么他是说，一个人总是将自己的观点啊。那么认为是世间最正确的和最就近的啊，就是他一直执着啊，就是我们刚才写的啊，此则真实，余则虚妄啊，世间自常，世间是无常啊，这些种种的观念了啊。那么一个人总是将自己的观点啊，那么每一个人都这样啊，就当时的沙门也是这样的，沙门外道都这样，各个自意见，那么就是都是将自己的，如果我们从这里的经文来讲，各个就是。世间上的人总是将啊，实际上所有的一切凡夫总是将自己的观点依自见，自己所见的所认为的，那么认为是世间最正确最真实最就近的啊，那么同时又将别人啊，那么他这里是把自己的观点跟别人的观点那、啊、放在一起说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大智论的记里面比较不容易看到这个啊，但是他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他说
把第一个把自己的观点看成是最真实、最究竟、最无上的，啊，那么又把别人的观点看成是最差的，啊，最不真实的，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这此外一切皆为了，除了我之外，除了我之外，啊，就是我的观点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阿含经讲的，此则真实，愚则希望。一切世间之常啊，无常啊，我们就不管讲什么，啊，此则真实，啊，愚则希望，其余的都是虚妄，都是不真实的、不究竟的、不彻底的，啊，那后来的部派也是这样的，其实后来部派就走上这个路，那到了中国宗派也是这样，净土宗就讲净土宗是最究竟的，啊，那这个禅宗就讲禅宗是最究竟的。除了禅宗啊，没有真的能够解脱；净土宗就除了净土宗，啊，那么才能够在这个世间才能真正得利益。没有除了净土宗，你没有办法，你就是轮回堕恶道而已啊。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这种观念是一样的啊。那么就是世间人基本上都这样啊。那么天台宗、华严宗都是这样讲，啊，部派也是这样，南传的、北传的、藏传的都这样。都这样，那么你会发现到此，他认为啊，就是都是佛教的，但是这个是佛教里面最究竟的，这个是最立根的人讲啊，这个是最什么最什么，我就这样了，最究竟、最圆满、最彻底啊。那么当时的人就认为，就是说一切世间的人啊，一切世间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正确、最真实、最究竟的啊，那么最无上嘛啊，除此之外没有了。那其他的人所说的，都是不好的、不真实的、不究竟的、不彻底的。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抱持这种观念，那么争论就没完没了，没有休止的时候了。就是这些人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争论，都在争论里面。我们叫做戏论，后来叫做戏论，啊，争论啊，后来就变成戏论，啊，就是。那么你就不能得解脱，因为你只取这个东西啊。那么佛教里面当然，佛法当然讲啊，只有佛法才是真实，但是他也不执着，像须达多长者说的，啊，我告诉你这样有为缘起，但我也不执着，啊，不会执着。那么这个见啊，不会执着这个，啊，所以这里主要就是在，就是那一种坚定排他。为一切的这些看法啊，所以啊，一般来讲就是说真理，就是说这里在讲所谓的真理，并不是由思辨啊论证，并不是由思辨而有的。但是这一些语言，一切论义，一切的论义。都是因为这个语言而产生所谓的这个思辨，那么这个思辨基本上，啊，它并不就是真实啊，并不是就是说一切的真理并不是由思辨证论中而来，啊，所以说一切的真理，一切真理并非由思辨证论而来，就是你能够见到真理。并不是因为透过思辨跟证论，可是当时的印度它就是这样哦啊，并非由思辨证论而得，而是什么离言空寂的自证，而是离言空寂，就是离一切语言，离心意识啊，离言语相，离声音，离语言，离思辨啊，那么。而是离言，离一切言语相、声音相、文字相，离文字相、离言语相，啊，离心缘相啊。一般禅宗也是讲这样的啊，说它是离言空寂的自证，离言空寂的自证，离言是，而是了啊，就是一切的真理并非由思辨争论而得。而是离言空寂的自证，所以他不是在辩论中而去见实相的，并不是，
而是离一切言语相啊。好，那一般的说法是离言语相，离文字相，离言语相，离声音言语了啊，文字语言言语相，离心缘相啊，就思辨的啊，它是离一切相的，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啊，主要是这样。好，因为时间到啊，那么它底下有三个，底下有三个异品的记啊。就我们翻到，先翻到二十页来看啊，那么基本上是一样，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啊。就是这个各个异字见，这个是经籍里面的七九六记啊，那么不肯受他法，这个是八八零记，若异字事件，这个是八八一记啊，这个下次我们再来说啊。那底下全部在说啊，异字见，异字见在讲地义西谈，其实不是从辩论中来。啊，地义西谈是实相，不是从辩论中来。那么大家都在辩论中去找真理，去证实相，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底下就讲这个。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